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修改稿，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决定将审议结果报大会秘书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团长王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代表团副团长尹力、代表团副团长王艳飞、范瑞平、王宁、陈文华、叶壮参加审议。